带个麦直播，兄弟们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进来，兄弟们，点点爱心，分享一下。可以可以，咱们假装一个情侣吗？那来，你玩我一下。啊？哎，先给我拍一张，拍点。这谁能拒绝我？这谁能拒绝我？哇，你给我找一个能拒绝我的人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美女，你好。你刚刚是不是在看我？没有啊。啊？没有啊。你刚刚没看我吗？不往前走，我为什么要看你啊？主要他是今天第一个拒绝我的，就咱俩交个朋友呗。不太行。啊？不太行。为什么？路上搭讪的人怎么可能做朋友？路上搭讪，那你不觉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？正是因为有了人海，所以我们相遇才显得那么的意外啊。我觉得是你刻意制造的意外吧。那就算我刻意制造的意外，那我专门为你制造了一场意外，你感动吗？交个朋友呗，加个微信。我微信要到了。要到了。他推给我呗。哎，他特别喜欢你，他这种男生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？很高兴认识你，美女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不很高兴认识你？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可以放手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放手了，手好凉啊。行，拜拜，美女。姐姐，我问一个问题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咱正常聊会儿天，就你看我从头到脚有没有那种富家贵公子的气质，那种富二代有钱人的那种？没看出来。没看出来。啊，不像吗？不像吗？啊！你这个外套出卖了你。是吧？其实我做我们这行挺辛苦的，就每天风吹日晒的，日理万机的，不是，就是确实很辛苦。哎，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4000块钱。真的假的？4000块钱都没办法在杭州生存的。啊，所以不打算在杭州了。那你准备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吗？如果你想找的话，你可以找我。到了，好，我们车到了。你一个人吗？等、等你男朋友吗？还是对男朋友啊？对。哦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走男朋友。开玩笑，美女，开玩笑的啊。走走走走走，快跑快跑快跑！他们没有。